我是 Yumi。 大家好，我 Alice。 我可以 Yumi，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看什么呢？辣鸡面。辣鸡奶油，新的口味哟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辣鸡奶油意大利面，它是今年，这是粉红色版，它是今年。赶快，我要开喽！它是新的版哦，等一下，我要开了。大姐，我讲完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辣鸡奶油意大利面，是限定版，它是出到今年的三月哦。三月，它限定版。我看一下有，它写2018七月七号、哦，有效期限就过起来了。它有有效期限，那接下来为大家开箱一下吧。啊，等一下，开箱。我开一点点的时候，我要这样子开了。好，打开，示范。啊，好吧。这就是新口味的。看一半就好了，你等下倒水，看一半就好了。停，这样就好了，把它拿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它写什么？这是辣椒粉。那个是它的酱料包。这是它的面。哎，给它看，给它看一下。它可以偷吃一口吗？可以偷吃一口吗？给它看一下。可以偷吃一口吗？这个小小的。给大家看一下面长的样子哦，好，两包酱料，它的粉跟那个它的辣椒。我刚想到吃一片呢，我不好吃，我再吃一片。好，不好吃，那爸爸就现在要泡喽。好，我们现在加热水哦。加热水哦。你走开，会烫到你哦。它是意大利的干面。烫完热水了，要不？我们现在泡好了，然后先把它盖起来。还是95度哎。对啊，热一点。那我们3分之后，我再来看一下吧。几分钟要？好亮的样子。我们刚刚啊，趁刚刚的时间呢，有把这两包剪开。那我们先试一下这两包的味道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你也帮我试一下。我来拿这个。那爸爸倒给你，这个不会辣。这爸爸刚刚已经有偷吃过，来，到手上。我不想吃，我不要吃。给他看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就是那个白白的粉。粉而已啊、哦嗯。我想吃一个。你给大家，没有，你嘴巴舌头吐出来。我一点点就好了。舌头吐出来，舌头。那个是什么？没有，你填一下看看什么味道。好好吃，那这个很好吃。甜甜的，这是奶油粉，奶油起司粉，甜甜的，这是甜酱，啊，再给你一点，来，别太多，因为等下要吃，哎，奶油起司粉。你不敢吃辣的。嗯，这是辣椒。辣椒酱，我倒给他看一下。有点辣耶。嗯，这个还好。给你啦。这样不要动，给他看一下。这辣到红色，给你试看看。我试看看。不要喂、欸。这是辣椒，很辣。不要喂、欸，我最怕。很辣吗？甜甜的哦，它甜甜的，然后它红。配上这个，那你再吸上。等一下，先等我讲完。你先沾一点点。它甜甜的，先等一下。它甜甜的，它的后劲很强，它是辣的后劲很强，就它意大利，它是辣的奶油意大利面粉红版，好辣哦！来吃一点点，很辣，但是没有之前四倍辣那么辣。你再沾一点点。等一下，暂停，我们现在把面倒出来，先试一下味道。好，等一下。嗯。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讲话，等一下。这是谁？小兔兔。我们最爱了，你们最爱小兔兔。好，那。那个、阿妈家也有一只小兔子。是，然后那个大面已经泡面已经泡的差不多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先把水倒掉，然后再加辣酱进去。欢迎你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把热水给倒掉、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兔子。爸
好，爸把水倒掉，它这个会辣。倒热水的时候记得把水开下去，不然水管会破掉。因为爸爸在做工程。工程？嗯。什么意思？嗯。面要掉出来哦。没有，你赶快用好，走一走嘿。啊，你带走干的，看到看到没？我们现在准备要加辣辣椒。大家好。好，那我们这面刚刚已经把水倒掉了。这是面呢，现在要。加辣椒酱。现在要加这个，这两个要。你挡到人家了。谢谢喽。那你在旁边一点点好不好？我把这个撕掉，撕起来，嘿。辣椒。哇，看起来粉红限定版，三月。我也想要吃一个，可以吗？你不要乱说话啦，小兔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那个它的奶油，奶油的粉啊。粉什么奶油？没有，不是。哎呦，用你，他把他的奶油的起司粉倒进去，他起司粉有点甜甜的，看看到没？给他看一下，用你我下来，你才看得到。哎，下来，奶油起司粉呢，把它倒进去，你可以抓点吃看看。哎，我给妈妈吃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在哪？没关系，因为它比较再加那个辣椒粉，辣辣的辣椒。不我看到，你看到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留点忙嘛，不用不用。来啊，看这里，咪咪。嗯。